Hey love, you got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哎呦 PK 低调的性感。Hey you, yeah your colors are changing. Oh my god, 在人中的痘痘。Na, na, na.In your eyes, I will be beside you, and my heart will glide across the miles to fly right to you. 'Cause when I dive into the traffic, the echo of your voice is all I hear. I'm never tired of your laughing so far, but ever so near. So I lay my head to rest when the sun is risingI start a brand new day around the moon. It is shining. I long to be with you in all the places. 잘 먹겠습니다今天的拉花应该算成功吧？嗯，本咖啡豆跟之前喝的真的不太一样，酸酸香香的味道。好，我真的讲得很废，对不起。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好的，这个就是今夏最 fashion 的造型。今天是星期六，然后我再过一下下就准备要出门去工作。虽然说今天这个行程听起来很像是一个玩乐的行程，因为也是跟朋友一起去，但这个真的是一个认真的工作行程。现在呢，我要准备来快速的 get ready。那今天 skincare 的部分呢，是跟 Shantikai 合作。噔噔，那这三个呢，快速的带过一下。这个是他们家黄牌的 Rose Water，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面膜。那再来呢，就是今天要着重介绍的 PE Solution。那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用完它14天的心得，我就认认真真的用了14天。那它的全名叫做 Purify and Exfoliating Phytoactive Solution。那这个 PE Solution 呢，除了可以清洁跟收细你的毛孔，它还可以改善你的肤质。像是我最近，你知道前两周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也不是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很多的活动，导致我每天基本上都是2-3点才睡觉，然后很容易长一些小小的粉刺啊，然后在生理期前会长那种很痛的痘痘。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我 by the way 用 cotton pad 的原因是它可以抹去老化的角质。然后最近的天气啊，又下雨又很热，导致我的 T 字很容易出油，但是脸颊这边很干。那我用了14天之后，我觉得整个脸的那个肤质是比较平均的，所以在上保养品的时候，感觉效果都会更好。那我现在很快的就是上一点妆，我不想要伤害大家的眼睛，就一直要盯着我的素颜看。那我们就没有，我们要做那件事情。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上，有几位维修工人来到了一座教堂顶部的阁楼。好的，我刚刚化完妆了，我的头发。
我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很容易长暗疮或是痘痘的体质，这个要归功于我的妈妈，就是给了我这样子的体质。但是如果清洁不好的话，很容易会长一些那种闭锁性的粉刺啊，或是小的那种痘痘。但是如果你平时就有就是肌肤长痘痘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 P Solution 里面有成分是可以抑制暗疮菌的增生，所以你每天用，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可以改善你的肤质的。因为暗疮的细菌其实可以停留在你的皮肤长达2年的时间，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很常在同样一个地方生痘痘？前阵子有一个礼拜呢，每一天都在往外跑。好，然后每一天就是这样闷在口罩里面，所以我在这边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这边有一颗小小的疤，哇，那个时候长了一颗很痛很痛在人中的痘痘。后来等它消了之后，我就继续用它，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虽然我还是很长时候要一直闷在口罩里面，但是长痘痘的那个迹象的确是有减少。这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天然水杨酸，它跟水杨酸是有相同的功效，但是不会刺激肌肤。另外它有一个叫做复合果酸配方，可以帮助清理你老旧的角质，虽然它控油，但是它不会让你的脸变干，反而是可以增加你皮肤的含水量，然后做到油水平衡，让你整个脸的肤况可以更平均更稳定。那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实测了14天的 before and after，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我觉得是我脸颊这边在鼻翼旁边的那个毛孔真的收细了很多，虽然不是说好像真的像整形一样那种 before after 那么的明显，但说真的，如果它的那个对比14天就可以大到那么夸张的话，我反而心里会有点怕怕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循序渐进，然后慢慢看到皮肤在变好、在变化的那种感觉。不过要小小提醒一点，就是Shantae K 里面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成分，就是玫瑰水。但如果你对于玫瑰相关的东西会有过敏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拿试用包试用看看。这点是我自己私心想跟大家提醒一下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喜欢玫瑰水这个成分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也会喜欢 Shantae K这一系列的产品。另外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其他两个好了的，一个是他们家的面膜跟 rose water， 这个呢是我平常如果没有打算要化妆，就是单纯的想要皮肤呼吸一下的话，我就会喷这个，让皮肤有那种很 refreshing 好像细胞水的感觉。那这个呢是如果你的脸很干的话，我觉得晚上睡觉之前把它当成是 night mask 的感觉，就是涂厚厚一层之后就去睡觉。它的质地呢是比较清爽一点的 cream， 自己的感受是我起来之后，它的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慢慢被吸收进去了，然后你再用清水这样洗一下，就会哦，就感觉脸很舒服。对，我就用了，真的到现在应该3个礼拜了吧。我是觉得在我身上真的有慢慢的看到一些变化，我还蛮开心的。不过呢，还是想要补一句，就是我觉得 skincare 真的见仁见智。我的任务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用后的感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柜上先去摸一摸、试一试，或者拿些试用包，真的适合你再去用。然后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护肤品，就好好的抓住，因为我真的觉得能够找到一个安永给长本海。好难，同埋好紧要嘅，系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唠广东话。那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其实我大概在半小时准备就要出门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外面给我一直打雷，然后一直下雨。希望等一下的工作在室内。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呢是我之前在韩国的一家衣服小店订的。然后我刚刚在化妆的时候，嘟嘟，然后我就滴到了我的粉底液。那因为等一下我这位神秘，其实也没有很神秘啦，我的朋友呢也会来我家，所以我现在要来吸个地板打扫一下，然后顺便把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呢一堆要回收的东西去回收一下。对，我还是要保持一点感觉我家里很干净的形象。 Let's go. Patiently waiting on my dreams to come true, hoping and praying one day that they do.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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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no. Oh. And I don't know when. Just patiently waiting till then. Patiently waiting each day that goes by. Staring out windows at stars in the sky. Imagining one day.I'll be one of them, but patiently waiting till then.
出门了，件小碎花上衣牛仔裤，然后这个是 Stop 家的猪猪包。Of our time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今天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lling。 拎起酒杯，拎起水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俩现在呢是面向外面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俩一人架了一台相机，没错，所以大家都在看我们哦。I just noticed you, my queen. You looking like some buttercream.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Hot cocoa, sweet and savory. And that's you, that's you. It's true, it's true. And that's you, that's you. You do. 我们刚刚在聊天，我说我们来台湾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们手真的很忙呀，是不是？九九，你看。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喂 ，Stanny。有。哦哦。你今晚喺咩屋企啊？我今晚做咩啊 ？Cynthia 话想上去你度啊。我今晚我哋要拍拖。拍拖啊？拖啊！我有点怕拖啊。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OK, bye.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My body'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我晕了。我醒了。幸好我们用了。其实我觉得你之后也可以找他拍拍看。谁啊？这个是 Agnes 的朋友。哦、oh, ，我知道。有些东西都比较 retro， 有、oh, 我超喜欢。我而且他郑子豪吗、啊、？Oh my god！ 你帮我发给 Mia。哇！帅吧？帅到分手。哦、欸， oh, 他之前也拍那个伊卡去拍那个微电影。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Hi guys. 哇，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就昨天后来 Killing 在我家住，然后我们聊到蛮晚的，好像三点多吧。我们听了很多的歌，聊了很多的天，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 random， 但是那个 Blue Bottle 的快闪电吧，然后这是一个背带，蛮对 random。然后呢，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去 Uniqlo 买的东西。第一件是这个有点 oversize 的衬衫。其实很多人问我说我的衬衫在哪里买，但其实我没有一个特定买衣服的地方。我其实蛮喜欢 Uniqlo 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版型在我身上还算是 OK 的，穿起来就是一个很慵懒、很随性的感觉。是只有我这样想吗？我一直都觉得白色的衬衫有种低调的性感，虽然我也不知道性感给谁看。第二件呢是一个
非常不像我会穿的衣服，就是这件花花的也是衬衫。你知道花花的衣服通常呢，老气跟清新通常都是一线之隔，那我觉得这一件是刚好踩在了清新的那条线上，所以我就买了。我买了一套睡衣，它虽然是长袖长裤，但是应该主打是很透气很舒服的，所以对，买了一套睡衣，准备来上个面膜。虽然很 random， 但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着迷的一部韩剧。这部剧叫做《无法抗拒的他》（Nevertheless）， 然后韩文是《알고있지만》，它是从网络漫画改编成的一个就是校园青春偶像剧这样。那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过了那种就是会因为校园剧而心动的年纪了，但是我的天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陷进去了。我那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讨论，我想说应该差不多播完了吧，就没想到他今天也只是第六集上线而已，所以就只能痴痴的等着他了。哇，打喷嚏了。现在是星期天，在面对明天星期一要上班之前，就让我陷入韩剧的漩涡里面一下吧。大概就这样子，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